来自德国的 Lavinia 和 Water， 他们是一对被艺术史遗忘许久的艺术家夫妇。在当时的威玛共和国时期，他们是一对很特别的夫妻舞者，不仅创建了独特的舞蹈风格，也设计非常奇幻的舞蹈服装。他们将舞者变成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，作品充满着强烈的表现主义。其实要不是在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曝光，他们的作品并没有被大众认识太多。展览除了展出原创服饰的照片之外，也展出几座他们所设计的面具人偶的大型复制。这些人偶乍看像是一群来自外星的生物，造型有点滑稽有趣，而且色彩很缤纷。雪茄人他的头上戴着很像是昆虫头部的大面具，身上穿着有点奇特的红色和多色图案对比的西装。而名为科技的舞蹈面具人偶，他则有着一座三角形的脸庞，搭配一双古怪精灵的大眼睛。这对艺术家的创作取材来自大自然和动物，并且结合了虚构神话中的人物，同时加入现代感。我觉得他们的作品魅力就在于他们创造了无法分辨的时代性，以及让观众无法一探究竟的未知的余晖。